对手作饰品有很大热忱，然后我希望有一天可以以饰品来作为创业。工作之后对这个还是念念不忘，那之后就是因缘机会，我就是参加了产童的一些课程，那里面有一些新娘同事的课程，我觉得是相当不错的，那刚好也可以增进我不同的技能。本的时候我看到了水晶花艺的创作，然后我就觉得我可以利用这个素材来结合我的饰品作为这个创业。我会鼓励大家就是可以利用工作之余啊闲暇时间，就是参与一些在职的课程，然后提升自己不同专业的领域，或许将来就是有一天这些技能就是可以派上用场。为了协助我们在职劳工朋友可以有学习第二专长的机会，劳动部呢持续推出产业人才投资方案的在职训练的课程，那训练的费用都可以补助在80%以上哈，劳工朋友每3年可以有70,000元的这个补助的额度。那么云嘉南分署在今年下半年呢，也开出了将近600门的训练课程，欢迎在职劳工朋友，只要年满15岁，都可以踊跃来参加。